俺爸去把大个的个那都弄一点那个是在那话这一，他中国那找啥个多看待一巴掌熬多木得人呀，阿妈我看待一巴掌熬一个什么呢？那都不来烟，你阿妈那清风相公所以阿妈说没有嘞，一点那都行那说说大话这一样个嘛一，他中国那找嘛啥头在意那把个嘛，你阿妈干什么看那阿米呀你那瑞斯摩托那的个那都不给什么呢？家里只干那都可乖那啦，哦来呀那都行那啥什么啦，哦嘛一，一个。那个嘛，那个嘛的呢，包括呀，你马上也马上看到那招，木卡可能打，只看可能打，伊那诺呀，那木卡马拉达嘛，可能打卡怪难。我脑袋看的只看的清风相依，感觉看到一巴掌好一滴毛的看到只看。我脑袋看的只看的沙发给马上看到转的那招一阿毛的毛乌马，我脑袋马上看到万能大毛万那巴里万那卡住卡住，我脑袋看什么看的只看的哦什么速度看的那那那万扎比你妈那样的哦，感觉那招马上爱扎啥好的那把个嘛，你妈那清风相公所以感觉看那2017年的，该没怎么样个大不可能一定难度，该看什么？从去年开始办理亲历行，主要是因为我们金峰乡有丰富的人文跟特色，这次的亲历行活动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金峰乡，希望在炎炎的夏日就是来到这个避暑胜地上。一点那耳鬓啦，一点那原生植物园区沙巴啦，乌拉呀，一点那咕哩咕哩样跟他给他酸呢，一点那琉璃珠啦干嘛哒？阿毛个地只个里金峰乡呢，都开始干么呢？呢都不拉样，都巴掌个人，一点那都干快难。格买个地可能都那那万扎比你妈那样呢，干么哒？什么速度的？哦，格么人个地只干难都别太难。哦，八十不万个地只干的，加卡人难，那加卡人个地西什么样难的？你说嘛难的，么什么一只干的，我俩都加卡人难个嘛？对我们来讲，对每一个部落里面都有带动经济的发展，跟我们那个也训练我们这些导览，能够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部落，更认识各村的自己的产业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把观光客带到部落里面，让他看到部落的美跟文化，我觉得是很正向的啦。需要就是政府跟地方都要帮忙到，这样子年轻人才会觉得说哦，我也要回来自己的家乡一起做努力，对自己的部落家人一起贡献这样子。那金峰乡公所也把这里问，俺们家的只看哩，难度家里那样都难难玩个嘛耶，俺们没脑袋没啥个啦。哦，俺们没俺啥家的只看难的，你说嘛难的困难家的那把玩意，马上马上看着那招没难我个难的，可快难难度不难样个难的，因那难样，哦马上不难家的只看难度别太难，我来带一遍。